这两只小猴子刚被解救回来的时候是被装在编织袋里面的，十分的害怕人，都不让任何人亲近。然后小的这只满脸都是伤，也不会吃东西。我们每天就把它们放出来晒晒太阳，逗它们玩。金浦市南海司法鉴定中心鉴定，确定犯罪嫌疑人运输的那两只猴子学名叫屯尾猴，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。从它们的外表来看，大的那只猴子出生可能约两个月，小的那只可能约一个月。